戳珠子。这个碎了，这个没碎，这也太搞笑了。圈挺紧，啊，完碎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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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碎了。这个直接就能吃，然后你们最好是，给它上锅热一下，蒸一下，或者稍微煮一下，或者是煎一下，怕这样直接吃你们会觉得腥。但是我觉得还好。看看，这是它的环，这环可香了。这一块就太硬了。汤就可鲜了。也能吃，就是太硬了，不好嚼。